完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走出去了呢。礼尚往来是吧？走位阶段，黑一刀被动，黑一刀，一手翻墙进龙坑等 CD。往前一个 QA， 往前一个翻墙锁住，锁不住了。好，我操，一闪拉二哥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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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么帅吗？乌鸦，怎么乌鸦都能秀啊？这波确实还可以啊，但是泽利。这命节奏，我操！这波打了20秒满成6成啊！我说怎么战斗力这么猛？这把有小袋吗？哎呀，韩服都是小袋。哪有什么小袋不小袋的？韩服没有这种说法。主打一手势均力敌的一个对决。主播晚上到了，主打大乱斗。晚上，说实话，晚上这个时间打这个高分段，确实火气都很大，我感觉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打太久了。确实跟大乱斗一样。我现在都掌握一个规律了，12点之前打的韩服王者局啊，可能有点像比赛一样，十分钟可能爆发一两个人头，12点之后，我操，那人头老多了，一把游戏打出4-5把的人头，很怪。两个真野，啥配合？
追了两波兵，不伤大雅，拿了个头帮他把先锋拿了。这先锋我不帮他打的话，他只能吃一只。天爵在旁边，卡尔玛刚也在路上。哎呦，这么直接啊！ 怎么说？这波千珏玩家能理解不？好像只有千珏玩家能理解。闪现强硬击，哈哈。这小子怎么又被单杀了？ 油子，全油子！打卡尔玛是这个版本最难受的，说实话。为什么还扛塔呀？ 还差谁？还差一个露露没杀过，都一人。打！又是一个闪。 这不千珏必死了，我都没碰他。喂，不用打断他，他自己会取消过来消耗我。
多少层硬件啊？五层，十二分钟五层，什么什么效果啊？舒服啊，抢到一只还逼他个啊，我啊也没用。抢到一只。还不敢吃后续，他怕，他应该也吃了一只，还有一只留着，还有一只他害怕我们队友来。别这样，这波半血出门是为了补塔刀，你回家把状态补一下。新加蛋塔，把我所有的装备换成一个亵渎，感觉很亏。哎呀，爆车没了，那必须要杀人了。兄弟，没办法，这炮车没了不杀你有点亏啊。千珏死因挺明显，为什么我要录这个炮车呢？打一层回城的 buff。又被吃一层，拿命再吃一击啊！这小子，啊，这没中。穿梭闪杀了，走，回头一个 W， 哇，700没了，这无敌也太肉了，我不想打无敌二，但又没办法，谁拿的头？哇，泽利拿的，龟麻，
奶子，还有他现在护甲多一点，魔抗并没有。等他魔抗有了，我们下路可能就给他刮伤了。目前还行。拉个刀，哎，nice， 又在吃印记，我操！你到底要吃多少层啊？太疯狂了，八层，要短发，奶色，哇，奶色暴女，这波暴女也进去打 AOE， 我也打 AOE， 亵渎 W 大招。我拿了头盔啊，不会只拿助攻吧？这波我们这边 AOE 拉满，我操！可惜乌鸦没来，乌鸦只打了一个 Q， 乌鸦这波应该开个大招在里面转呢，我操！哇，这波看得好爽，天爵没闪，下波他活不了，我说的。中台大龙不会有事吧？四个人就想对刀盖的出手，你想太多。大龙，大龙，别拖节奏啊！哥几个，哎呦，早打感觉有了。
这不值得一个六吗，兄弟们？我主播希望切出来的时候满屏的六，好吧？这是韩服王者局，妈四个人包你，杀人还跑了，跨越半个地图。说实话，这波队友思路太不清晰了，追了我小半分钟吧，这么久时间凭什么拿不了大龙？他们以为我操作不了，就相当于把我卖了。刚才还有个视野，他们以为我第一时间就会死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并且我杀不了人。把达也杀了，然后其他人又没带大龙坑，这不拿龙等啥呢？去围拉个刀，没拉到。算了算了，他队友包过来了。拉扯，拉扯，拉扯！大龙啊，大龙又不行，这波纯在拉扯，兄弟，这波团我觉得一会儿也能看一下。对，你会发现这个对局兄弟们就打起团来，他不会说第一时间可能打个团十秒钟，第一秒就死一个人，打一波团三十秒，可能在20秒才爆发第一个人头，全带拉扯。这波拉扯有点好，对啊，走了呀，兄弟，大龙，不要拿刀盖了，机会不当机会，好吧？把达也杀了，大龙对面不给的，他们再不拿大龙，我就着急了。给他们机会，一直不把握的话，多少不用了吧。不为解毒，还有两秒 ，W A Q。我这波直接去把清雪 R 逼出来，没 R 吗？那就死。这波我是要逼他 R， 然后我们在他大招里面四打一，不可能输的。等队友把塔拆了，把塔拆了给我点钱，我的药不想卖。拆塔呀！怎么这个塔拆了半天啊？杀人呢 ？OK。这把有一说一，是刀盖了在主宰游戏吧？掌控雷电，我操！游龙。OK， 谋改，拿下这一把我们的男刀，真潇洒！哇，这就很爽啊！对吧？为什么要跟强者打呢，兄弟们？对吧？在这种强者的对局里啊。